你信命吗？命啊，有命的，有命的。你信玄学吗？啊，玄学也信。我今天要跟大家说，我朋友 Vegas 拍老虎机用2000块钱赢了100万美金。啊，他是靠玄学赢的吗？对，靠玄学赢的。啊，欢迎来到小胖边边在美国，我是最懂美国所有的房产经纪边边。哎，我是最懂美国房产的学物小胖。今天我没有带啊，大家知道我最近在带那个梵克雅宝的五环手链啊。对吧？对，我在戴梵克雅宝五环手链呢。我为什么说玄学？因为大家他现在最近很火，因为篮球明星 James 啊 ，NBA 的人都在戴，还有最近奥运会那些人，就是奥运冠军也在戴，打乒乓球的，大家都觉得说那是玄学手链。别不信，我朋友前一天在 Vegas 去买梵克雅宝五环，他买了一个虎眼石的五环戒指，然后呢，那个 sales 跟他说，你明天也能中100万。嗯，他真的第二天。就中了100万，花了2000美金中了100万。这是我身边的真人真事儿啊！这是不是太巧合了？这个，那你说这有什么解释？所以现在梵克雅宝卖的特别好，就是我觉得就是信则有，不信则无吧。我只是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好玩的事情。但是现在梵克雅宝的手链非常难买，就是它也要配货呀，这个那个的。但是我是很信了，所以我觉得运气好的东西就跟大家分享。那大家看过？看到我们视频的点过赞的留个言的都会运气特别的好，是的，对吧？然后您还能买今天的房子，您挣的钱可以远远买今天的房子。今天我带大家去看一个1800万位于 Bel Air 豪宅铁门社区一套房子，在 Bel Air 的最顶端。这个房子是2019年全新盖的，对，格局无敌的棒，对，是一个名人的房子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。这个房子呢，7房9卫，室内呢12000尺，占地呢有41000尺之大，俯瞰整个比弗利和马里布海滩的景观。这个房子呢，要1850万，特别的大气。这个房子不管是层高还是它的横截面都非常的大气。户外进来之后是它的厨房、用餐区域。室内室外连接做得非常的好，可以看到它这边所有的这个推拉门都已经做到隐藏到墙壁里面了。继续往里走呢，是它的正餐厅，正餐厅呢做得也非常大气，可以看这边是目前放了一个12人的大桌，我觉得要把它加宽加长都是可以的。这边是它的客厅，客厅呢那边有壁炉，这边呢还做了一个水墙，水墙后面呢隐藏的是它的悬浮式楼梯，通上面和下面。再往前半部分走呢，就是这边有一个吧台，专门做调酒的，因为前面呢是会客区域，是这个客厅。这个房子楼梯呢设计的也非常大气，不仅宽，然后因为它房子够大嘛，同时呢它还设计了电梯在这里面，是通上下3层的。二楼上来之后是一个 loft， 前面应该是它的一个主卧，然后那边是几间客卧。主卧进来之后呢，首先就能看见它主卧面对的山谷的景观啊，出去之后一拐就能俯瞰整个比弗利。然后呢，一侧这边呢，它的阳台也是非常大，主卧独享一个3楼的阳台，从阳台上呢可以直接进入它的卫生间区域。这边是它的浴缸，泡在浴缸里也是俯瞰整个山谷，你站在淋浴里面也是俯瞰整个山谷。这个房间特别的明亮，我觉得不戴眼镜我都受不了。对，而且最关键的是它所有的都是隐藏式推拉门。从主卧出来我们看一看剩下3间客卧。这个房子呢我觉得设计是设计的非常的好，不管是所有的房间哈，不管是从采光啊、透气啊，还是储藏空间啊，美观性啊，都设计的非常好。这个房子的顶层是可以开 party 的一个大 patio， 景观也非常的好，然后呢功能性也非常的完善。这边有壁炉，然后火炉，这边是它的 barbecue 区域，真的在 Bel Air 山上有一览中山小的感觉呀。对，它在等于是 Bel Air 的最顶端嘛。对，你俯瞰一圈估计只有那个山头比我们高了吧。对，我们从门口进来开车还要开10分钟。现在我们来到它的底层，然后呢这个吊灯呢是从它的顶层一直吊到底层的。对，这个吊灯超级贵。对对，然后也非常的大气。往里走呢，这边是它一个恒温恒湿的酒窖。对，这个酒窖是我见过相当大的了。对，而且很现代啊。再往里面走呢，是一个特别大的健身房区。对，你走进去给大家看看，真的只有这健身房还有普拉提。对啊，还有普拉提的机器设备用的特别全，像一个私人健身工作室了。对，健身房对面呢是它的一个影音室，这个影音室呢在豪宅里面，上千万的豪宅里面吧，算是一个比较标配的影音室了。没错，而且这个影室就是建在地下，它很
符合就是隔音影音室的要求，对，它灯光很昏暗，对，对，然后有影音室也隔音，就跟卧室也不打扰。再往里走呢，这边有它一间客卧，这边是活动区，外面还做了景观，二层的这个泳池啊，然后侧院的景观都做完了，这边还继续做了一个景观给一楼的活动室。这个活动室风水真的好，这个房子，对，到处是财，对吧？没错没错，都是水墙嘛，没错。然后这边呢是一楼的活，就是地下的活动间，然后边上呢还有棋牌室和酒吧。没错，这还可以打德州扑克，然后还有一个酒吧。我觉得1800万我不会买 Newport， 我会买这里。对，这功能性非常全面，然后室内室外都非常的大，没错，这个12000尺，你在 Newport 的话可能要上3000-4000万了。对，而且你看这室内室外连通，人家外面又有一个很好的 patio， 也是这种推拉门进去的。哎，我们看完这个位于 Bel Air 这个铁门社区的这个1800万的房子，然后我们从前院走，这个前院也是非常的漂亮，对，特别的大气。这个房子你看上下三层，然后也是那种一步一景的感觉，对吧？对对。对，然后说说总结一下吧。啊，就是太大了，震撼到了，对吧？然后1800万，我觉得就是好。我觉得1800万真的买这里比买牛破值啊，我自己觉得啊，但是可能见仁见智啊，对吧？如果您看您喜欢什么了，对，对吧？如果您在选择想在 Bel Air 3B 社区豪宅社区想买这样的，我建议可以考虑这儿。对，而且呢，就是 Bel Air 这也好，它的路很宽，是它不像那种就是比弗利山上大家会吐槽它的路不好，对对对，特别陡什么，这边倒没有。而且这边住的全是名人，对，这是一个名人的房子，是的，对。然后我们就不说名字了，因为大家可以看看画像，猜一猜是谁，对吧？如果你喜欢 Bel Air 3B 比弗利还有好莱坞山的，都可以尽快联络我们，我们都可以随时带您看房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，拜拜。